好了，那么我们现在看的是学术词汇的第27单元哈，这个单元讲叫 using sources。那么 source 和 resource 对吧？上来咱们先查一下词儿哈，很多时候我们分不清楚哈。source 来源、出处、发源地、起源、根源对吧？根源。A source of heat 啊，a heat source。你看，它这个就告诉你，很明显，我们一直在讲一个事情，of 结构，A of B 就完全可以换成 BA。A source of heat。就完全等于 a heat source， 所以这是来源哈、还有一个叫做信息来源。那我们这个学术的意思应该是它啊，信息来源。The journalist refused to reveal her sources 啊，这个记者呢拒绝透露信息的来源。Always acknowledge your sources， 对吧？论文的末尾务必列出参考书目啊，所以你的 sources， 你的来源，对吧？就是 which books you have used 啊，你用了哪些书，对不对 ？At the end of a paper， 对吧？就是你的参考书目啊。Referring to source material 就是提到哈、提及到你的这个参考资料。Look at these extracts 啊，你去看一下下面这些节选哈、那么 where writers are talking about their sources 啊，作者在谈论他们的这个信息的来源。Although the writers occasionally use I。尽管呢，这些作者呀，时不时的会用我、用 I 这个词，但是呢，许多 academic departments 啊，就是学术的这个部门啊，学术的派系呢 ，advise against 啊，就建议你不要用啊，不要做这件事情，在你的文章当中，在你的作文里边，如果可能的话啊，所以就是说，大家在写作文的时候呢，尽量不要说 I 这个词啊。但是我们雅思写作其实并没有这么严格要求，他有的就是问你嘛，你怎么看，对吧？你会写 in my opinion， 这可以，对不对？ I think 其实也行，一般都是在最后一段话，开头和结尾段，尤其是在结尾段，你在总结观点时，你可能会说 I think 怎么怎么样，对吧？而中间这两个主体段，因为我们是客观的去分析一件事情的好坏呀，一件事情的各个角度啊，对吧？我们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我们说有些人认为这个东西是这样子的，他们有一定的观点，然后你去写，对吧？所以主体段一般也很少去写我怎么怎么样啊，我们都是说一些人认为怎么怎么样。那么他第一个讲说 ，This paper begins with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啊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按照 of 结构的替换，它可以说成 literature review。对不对？叫文献综述哈，这个已经说过很多回了。它这边还有一个解释哈，叫做 a summary and evaluation of all the important works written on a particular subject。摘要，对吧 ？Summary 就是一个总结、概述或者是评价，对吧？对于所有的重要的作品啊，在这个话题上的一个所有的作品的一个概括评价啊，就是文献综述，我们叫综述啊。review 哈，这是文献的意思啊 ，literature。那么关于什么的呢？就是 patient communication， 就是病人的交流。你看，这是我们这真的是这不是有意的哈，咱们就正好赶上了这个阅读讲那篇文章就讲病人，对吧？然后你这篇这个单元就是病人，所以现在这个学术词汇和这个阅读开始联动了哈。那么他说 ，the medical literature。医学的文献啊，表明呢，暗示呢，什么呢 ？Patients with serious illnesses， 有着严重疾病的病人 ，tend to communicate poorly 哈、他们沟通的越来越糟糕哈、不愿意去沟通。那么 ，especially 尤其是 if the disease is not considered by the patient to be particularly threatening 啊，尤其是当这个疾病不被这帮病人认为特别的有威胁，你得病了，然后你觉得这个病没什么大碍，然后他们可能就不愿意去跟这个医务人员进行沟通，或者是跟病人之间进行沟通，我觉得是这个意思啊。就 this essay 这篇文章呢，怎么样呢 ？Draws its data from 啊，就是吸取它的这个数据来自于，就从什么当中啊获取数据啊。引用数据从什么当中？从 the most important primary source 啊，从最重要的 primary source 里边 ，primary 我们之前学过，表示的是最初的、首要的，它可以等于 first。而我们讲那个小学叫 primary school， 对吧？初级教育 primary education。那么这里边有解释哈，第二个他说叫做 an original document
or sets of documents 啊，就是最初的原始的叫 original 对吧？原始的最初的这个文件 ，giving information about the subject 啊，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最初的原始文件。所以他说的 primary source 啊，原始的这个信息来源，对吧 ？On manufacturing in Nigeria， 在尼日利亚的这个什么？制造业，那么这个信息来源是什么呢？就是 The Central Bank of Nigeria 哈。那么 I shall make a reference to 哈 ，make a reference to 我们说 refer to 嘛，就是提到，对吧？那 make a reference to 呢，其实也是提到的意思。它里面解叫 slightly more formal alternative 啊，它是一个稍微更加正式一点的变体，对于这个词组就是 refer to 啊。所以 refer to 呢，意思上来讲跟它是一样的，都是提到。提及、谈及、涉及，那你可以觉得对吧？你写了一个 refer to 之后，你想更加正式一些，你就换一个词，你说 make a reference to， make a reference to， 这个 reference 是名词，对吧？这边 refer to 就是单纯的动词。之前咱们也说过嘛，就是你用名词形式要比你动词形式感觉起来更加的学术一些。我要会提及到这个信息来源，对吧？这个来源。Throughout this essay， 在整个这篇文章当中，在整个论文里面都会提到它。Several recent secondary sources， 你看 ，primary sources 就是首要的，就是最初的原始的信息。那么 secondary 就是第二级的、次级的，对吧？那 were also consulted。consult 就是咨询，因为我们去查一查哈，咱先看这个 secondary， 就是 books or articles about a subject not original。documents 对吧？不是最初的，不是原始的。那我们去查一下这个单词，就是这个consult 咨询、请教、查阅。I'd better consult a map， 我最好查查地图，对吧？就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咨询啊，查阅。然后下边又出现了这个 bug 了哈，这五六七不知道是啥哈。那我给大家去看一下这个原始的教材，我把这几个词给你写上去哈。第五个这个词叫 archive， 有人认识 archive 吗？它这里边有解释哈，第五个嘛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of historical importance， 就是有着历史重要性的文件，它的一个集合 ，archive 档案 ，a collection of historical records， 对吧 ？relating to a place 啊，organization 或者 family 哈，档案案卷。下一个词儿叫做 valuable resource， 就是有价值的资源嘛，对吧？Source 是来源，我刚才是不是忘了查这个 resource 了，对吧 ？Resource 是资源哈、啊，所以 valuable 有价值的资源。然后下一个是 survey， 就是调研嘛，调查，对不对？卷宗也行是吧？就是调查调研啊。它这个第六个是它的解释哈、啊，就是 searched for all the important works summarized and evaluated them， 然后它就搜寻所有的重要的这个作品。并且对它做概括总结，然后给它做评估啊，所以就是这个 survey 哈 ，survey 这里边的这个 literature 就是文献啊，就是这个 important works 啊，然后下边一个是 cite 大家应该认识吧，表示引用啊，你看它这个第七个嘛，解释是 refer to 啊，就提到对不对 ？for illustration or proof 为了证明来提到一些东西，就是引用啊 cite。第七个里边还有一个叫 present study。Present study 就是当前的研究啊 ，present 是目前的、当前的、当下的啊，当前的研究。An extensive body of literature 啊 ，body 就是体，对吧？身体的体啊，就是这大量的呗，是吧？它就是说，它也可以说什么叫 body of knowledge， 或者是 body of research 啊，它都表示是大量的，是吧？就是一个广泛的。这个 extensive 就是大量的嘛，广泛的，对吧？就大量的文献。Exists on the effects of wildfires， 存在是吧？关于什么呢？关于这个野火的这个影响。Okay， 那么它这里边说，注意一下哈、，how it combines with extensive and exist。那么它这里边整体是一个单数名词，是一个嘛，是吧 ？An extensive 什么什么 exists 存在于什么地方？那么这个 IE 我们之前学过，它表示的是。解释哈，就是 that is to say 哈，就那就是，他就给你解释什么是这个 wildfire 呢？就是 fires that occur naturally 哈，就是自然发生的火灾，比如说森林大火，就不是人放的火，对吧？人放的火那个词儿叫什么？大家知道不？
人为的纵火，我们之前有一篇阅读文章讲过哈，建十一里面的吧，那个词叫 arson， 这种有指对建筑物的放火啊 ，arson， a crime of intentionally， 对吧 ？intentionally starting a fire，intention 的就是故意的，而我们也学过 intentional 的同义词，故意的那个词叫 on purpose 啊 ，deliberate， not caused by human action， 对吧？不是由人类引起的。那么 wildfires have burned across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for centuries。他说这个野火呢已经燃烧了哈，在这个美国西部是吧，好几百年了。那么 but their effects are not fully known or documented。但是他们的影响呢其实并没有被完整的知道或者是被 document。document 的名词是文件，那动词就是变成文件，就是记录下来 ,written about。The present study draws primarily on 当前的研究呢主要是来自于什么呢、啊、你看这里边第十个 uses information mainly from 对不对、哎、当前的研究使用的信息主要来自于，那么这个 primarily 就应该是主要的意思了哈，就是这个 mainly 的意思了哈，它主要来自于 the work of Gordon、啊、Gordon 的这个文章。那么 although information was also retrievedretrieve 表示 found and taken from、啊、发现并且提取拿取，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取回拿回的意思，取回挽回、啊、We taught our dog to retrieve a ball， 教狗捡球是吧，但是也可以表示 retrieve information， 对不对，高效地存储，存储是这个 store、啊、那么检索就应该叫 retrieve 了、啊、就是当你存上去之后你都拿回来、啊、就是这个 retrieve。他说 although information was also retrieved from several relevant websites、啊、虽然呢一些信息也会从相关的网站上、啊、拿到获得到。Now, all accessed during the last six months、啊、都是在过去那六个月拿到的、啊、这个 access、啊、它指的是 opened in order to look at them、啊、就是开放了为了去看他们、啊、那就是说这些网站是吧，都是在过去那六个月当中开放的，去上面去拿到信息的、啊、那么最后再查一下这个 access、啊、access 这是名词 access 对吧，通道途径，接近某人的机会利用、啊、the only access to the village is by boat、啊、唯一的方法就是 乘船、啊、唯一的方法途径，看见对吧， the right or opportunity to use or look at something， 看见使用某物的权利。 Hackers had complete access to the company files、啊、就是说他有这个完全的这个权利去看到它、啊、入侵了所有的公司所有的文件。那么我们这个动词就是读取、啊、你说 open a computer file、啊、打开一个电脑文档 in order to look at、啊、读取。咱就看这个 B 哈、啊，他说 more ways of referring to sources、啊、有更多的方式来提到你的这个信息来源。那他第一个讲说 Beeching's seminal work laid foundations for the field of functional analysis。 那么这个词 seminal、啊、他里面解释了叫做 important and original work from which other works grow， 就是重要的并且是原创的原始的作品，那么从这个当中呢其他的作品呢生长出来，根本性的呗是吧，奠基性的 seminal 哈、啊、我们可以再查一查哈、啊、其实你通过它后边那个词组叫 lay the foundation， 就是为什么打下基础也能够猜到它的意思哈、啊、具有开拓性的有深远影响的就是 important， 所以这个词居然是可以和 important 进行替换的哈、啊、所以你又学到一个词儿是吧， containing important new ideasand having a great influence on later work， 对后来的作品对吧有深远影响，开拓性的有深远影响的。 She wrote a seminal article on the subject while she was still a student， 她学生时期就写了一篇有关该主题的文章，影响深远。 He played a semin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他在协会的创立过程中呢起了奠基性作用啊， seminal role 奠基性作用，协会是这个词啊 association 对吧，然后后边的话呢还有一个意思哈、啊、就叫精液的是吧， connected with semen、啊、
seminal。 seaman 这个词就是精液的名词，然后有一个词跟它长得比较像，叫水手，对吧？ seaman 别搞混了哈，发音挺像的，对不对？ seaman 叫水手，那个叫 seaman， seaman 是吧？ seaman 他说 lay the foundation， 对吧？ lay the foundation 就是打下基础哈。 created the first ideas from which a major set of ideas grew， 创造了第一批思想，然后呢后续的思想从中引发出来啊，生长出来。那对于什么领域？对于这个 functional analysis 啊，功能性分析，这是我自己翻译的哈，可能不准哈。然后下面说这个人的想法呢 was set out in his book， 在他的书当中 set out give all the details of his ideas， 详细的给出了他的思想，或者是 explained them clearly，仔细的清楚的解释到 especially used about writing， 就是说通常是描述一个作文啊，一个书面的作品，一篇文章啊，我们认识的意思是这个，是吧？开始着手 start an activity with a particular aim， they set out to discover， 他们开始寻找，还有一个出发启程，对不对？ he set out to become chief executive，他出发啊，去变成这个首席执行官。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呢，是说详细的展开了他的想法，清楚的解释了，这是学术的用法了。那这本书叫什么？叫这个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那么 published in 1936。 那么 this work changed the way we look at how economies function 啊，这部作品呢，改变了我们看待经济是如何运转的方式。 Elsewhere In another work by him， 就在他的另一部作品当中，另外的地方，字面翻译就是在别的地方，对吧？就在这个人另外一部作品当中呢，这个人呢，他说，是吧？ To be developing 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design of compact heat exchangers， 这是一个名词了，对不对？ compact 应该是这个紧密的、紧凑的，是吧？压缩的、微型的、小型的这个热量交换器。就我自己瞎翻译的哈，就我不懂哈。它的设计怎么样 ？Is dealt with， 被处理了哈，被关注了，在哪里呢？在这个附录 A 当中哈，这个 appendix 是附录的意思哈 ，of the report treated， 这里面讲叫做 dealt with， 就是解决处理，对吧？它是一个更加正式的版本啊，就是 deal with， cope with， 这个是咱们认识的，叫解决处理 ，handle， 那么更加正式的一个说法呢，可以叫 treated 啊。Treated separately 啊，单独的被对待、被解决 from the main body 啊，对不对？从这个主体当中分离出来哈、啊，单独的被解决啊，在附录 A 里边给你去讲这个事情啊。The main body 呢，就是 the main part 主体部分。好了，那么这个单元呢，咱们就还是快速的嘚啵了一遍哈、啊。大家如果自己感觉哪些你需要再去补充的，你就自己去查一查，好吧？